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季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是经亲戚介绍认识的，到现在结婚19年，婚后育有2个儿子，大儿子18，小儿子12岁。结婚19年，我感觉他一点都不在乎，无论什么事，无论是谁，都能排到我前面，我说什么他都不信不听。为了这个家，为了家人们更好的生活，多苦多累都是我一个人在外面打拼。我现在一个人座位上赚点零用钱，还要带2个孩子，我真的太累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45岁，来自沈阳个体，有请。乔女士41岁，来自沈阳自由职业，有请。主持人好。好，四位老师好。啊，结婚有多少年？19年了。19年？对。那就是老夫老妻喽。今天来干啥？就是结婚这么多年了吧，我永远都是想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我总觉得就是任何的事情和任何的人，他都是能排在我的前头。哦，刚开始还是小嘛，到晚上正常他以前都是9-10点钟回家嘛，但是后期我就发现他回家晚了，然后我就问了他，他告诉我说他跟他哥还有他嫂子在店里玩牌来着。我说你早点回来呗，你说我一人天天带孩子我也挺烦的，你回来帮我分担分担不也挺好的吗？嗯，你这不说吧还好一点，说完之后吧，我就感觉他这个次数，挽回的次数反倒是增加了。你是好好跟我说的吗？我白天工作那么忙，压力也大，晚上玩一玩，而且也没上别人的去玩，都是自己家人，放松放松有什么错吗？我一天要24小时都要带着孩子，你可以放松可能1个点2个小时，那我这24小时谁帮我让我能放松一下呢？你告诉我。我也没说是天天的吧，偶尔的，对不对？你那偶尔次数确实是多了，如果说你一回两回，你一个月一回两回，那我肯定不再说什么的，对不对？就后来这事儿改没改啊？那我天天打电话呀，他哥后来听到我的语气确实是不好了啊，然后他哥就不来了。哦，做什么买卖啊？开个通讯店。然后他手特别的爽，比如说你上我家来过几次，跟你比较熟悉一些，然后你在我家买电话什么的，你手可能钱不够了，他能把这电话赊给您。哎，这也是过去老板做生意的一种方式啊。方式是对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他现在有多少电话没有收上来的钱。那当时都是通过信任咱才接触的，谁知道他不还钱呢？哦，手松。对啊，手松的标准就是赊人电话是吧？也不光这样，什么都有。他有个朋友吧，跟他借2万块钱，在我们那一年就是基本工资才350块钱一个月的情况下，跟他借2万。这借钱这事儿，你说我从来也没管过别人借过钱，我就感觉谁要是管我张开口借回钱，就感觉老难了。嗯，当时他跟我借2万，我其实手里还真没有，我也是上别人那借了1万，然后我跟他商量，他又不同意，啊，所以说只借人1万。现在我也是，我感觉也不得劲。理解理解理解啊啊，明白，要面子，面皮薄。后来是从打牌到喝酒，你样样都管的。40多岁人了啊，一个星期每个礼拜六去孩子奶奶家去吃饭去，嗯，跟他哥肯定是喝酒啊，也就是说每个星期我们最少是有一次要喝酒的。这事挺正常，挺好啊。你看啊，这就是一次，然后如果朋友来了，跟朋友出去喝酒，或者谁有什么事情了，哎，我们出去喝酒，也就是说每个星期可能最次2到3回是在外喝酒的啊。我的父亲，以前是低血压，常年的喝酒吸烟，然后他的2个腿是动脉血栓，动的手术，然后前2年吧就是心脏，然后那个有个动脉夹层，嗯，差一点都没抢救过来，嗯，
所以说就是对这个喝酒我这个心里就是特别的不舒服。他只要说一出去喝酒，我会在家就嘱咐他，就告诉他，我说你出去少喝点，少喝点，咱喝一杯白的就完事儿了，答应你了，可好了。然后人家给倒的时候他还伸手去接。你知道三月份有12天他在外头喝了9天酒，刚过完年啊，也都是有是外地朋友的或者是本地朋友的到一起聚一聚，应酬啊。你看他刚结婚在这儿喝多了一回，因为那阵孩子小，我不跟他出去。他喝多酒回家了，我知道他喝多回来了，我就没搭理他。然后后期他我听没动静了，他睡觉了，我就出来，我发现他整个就是这半俩脸啊，就是地上的沙子都已经嵌到这个脸里头了，摔了呗。真是的，在那个场景我看到，真是我真是又生气我又心疼。你说还是爱呗。我就是给他拿那个碘伏给他消毒啊，他都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这喝大了过去了，那反正就现在这酒这件事儿您还没管住是吧？一直都没有管住。好，听明白了，我们放在这儿。还有啥呀？咱俩的矛盾主要在于孩子，这么些年一直对孩子这个教育方式吧，咱俩一直就没沟通好，跟孩子每回都是大声说话，出现事儿了也不问青红皂白，先来一顿。我当时我也忍不住，所以说就认为这个事儿总是吵，总是也解决不了。主持人，您知道吗？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不是还打你啊？就那唯一的一次。哎呦，吓死我了！啊，就是当时记不太清是因为什么事跟他吵了，但是孩子特别小，在怀里抱着嘛，然后可能我的嗓门就大一些，就给孩子吓哭了。他呢就是很生气的，就是手这么一扇，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子。当时确实挺气愤的，然后也给他怼到那个墙边了，然后质问他说对孩子好不好。确实当时那个后来改了，确实过激了。后来改了，从来都没有了。对，后来对我不动手了。你像家里的什么卧室门呐、卫生间的门呐、地板呐、洗菜盆啊，都毁在他手了。我对孩子吼，我也不是说上来我看见你不对我就大声对你喊，你是第一次，我说第一次你不动他，我说第二次你还是不动他，那第三次我可能就嗓门上来了，我已经给他警告了，他还不听，那你还不让我喊呢。对孩子心里我感觉总是造成一种伤害似的啊，他一吼我就先急眼，我也不问青红皂白，我先跟他吵了一顿，后期也反应一下，我觉得因为孩子在跟前也不好。你看他对孩子特别好吧，你这感觉是不是？我都不能对孩子吼一声，我给孩子买一双800的鞋，我领孩子去了，领他也去了，到付款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吧以前给孩子买鞋一般都是网购，或者是就是上那个实体店买那种打折的鞋，也就是100左右，不太贵的，从来没给孩子买一双好鞋。然后那天他考得特别好，我也就跟孩子说，我说儿子你这考得挺好的，妈也奖励你，说你稀罕啥，你要稀罕那鞋妈给你买一双，就这么的嘛。我们去买鞋了，到那我也答应了，孩子也试了也穿上也都认可了，他爸不同意了。你说你让孩子当时怎么想？当时我也没考虑孩子怎么想，但确实我的情绪过激了一点，我认为没有必要，对不对？不是说买不起，我要是一直给孩子说买千万百的鞋，那行，那是我的错，对不对？但是我这是偶尔一次，没有问题吧？这事怎么了呢？谁家的锅铲不碰个锅沿啊？哪对夫妻没这点事儿啊？咋了呢？我越听越懵。我就想让你知道他到底是疼孩子还是不疼孩子。他疼孩子呀。疼孩子为什么不给孩子买那一双鞋呢？那你一下让我说，我一下就跟你说了，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用物质刺激和物质奖励啊。妈妈的做法是错误的，理论上面我讲行得通吗？好的，我听取您的意见，对吧？还有孩子初三的时候，我给孩子找的1对1的补课，因为孩子成绩一直都是不稳定的，但是一直也都是中上游，就是说如果我要对孩子抓紧一些，孩子也能上去。以前就是补课吧，都是大班补课，老师抓的不那么严，然后我就研究找1对1嘛，结果人家就不同意。我一直认为这个补课吧，我挺反感。当时孩子小的时候吧，就也得辅导回家写作业什么的，我们可能是做的不那么好。他给报个班，也叫托管，也叫那个补课班。后期呢，一点一点的到初三，甚至高三，可能涉及到1对1了，可能就价位可能要高一点。然后我就反感，我说那就不补，
咱又生气了，为什么不给孩子？你现在不给用劲儿，孩子什么时候能出头？考个好的大学，将来比什么都强。我说你说这些是好事，是没问题，但是不一定非得用这个补课，用这个钱来把这个孩子培养起来。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俩又吵了一架。您知道这个过程，他对我说过一句什么话吗？什么话呀？他说我瞧不起他。您知道我俩就是什么状态下结的婚吗？不知道啊。他没有房子。啊。我俩租房结的婚，啥也没有，我就跟他了。不是你们那年代十几年前不都租房结婚吗？没有，我不是。我们那个村里不是，你不但要有房，你还得，咱说过的彩礼钱。那就说明你们两个人感情浓厚啊。感情还是可以，但是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就特别伤心。我连房子都没有我都嫁给你了，你居然说我瞧不起你。当时吵架可能话赶话，说到了我曾经的经历了啥。得嘞，还有啥？就打最近的一次，他孩子啊，孩子高考，老大还是老二？老大。老大高考百日誓师大会结束之后，我回家，我正好他也在家，孩子也在家，我们都洗涮完事了，然后我们都在那个屋，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哎，正好我们都在这儿，我们研究一下，未来的90多天，这孩子马上也就快高考了，这个日子我们到底要怎么过？你真是没事儿找事儿，这是平常怎么过就怎么过，你还开个会研究一下？您和他说的真一样。那可不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进屋了。那可不是进屋了吗？然后我的头当时就大了。为啥大呢？孩子马上高考了，我们研究一下这日子怎么过，难道不对吗？我得研究一下孩子这个学习到底去怎么去学，才能考一个好的大学。你懂吗？我知道怎么给孩子做考前安抚吗？你做的对啊，让孩子轻松自由，你干嘛给他那么焦虑啊？就这么个妈，考不好容易发挥失常。行了，就放松吧。还有啥事儿？清明回家祭祖嘛。啊，早上5点多我就起来了嘛。啊，我先起的，我洗洗涮涮都差不多了，然后6点来钟了，我喊他，我说你起来吧，因为我们当天去当天回。回家开车大约也需要3个来小时，我就先喊他，我说你起来吧。我没有，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突然间就问我一句，你着急赶火车呀？本身也没什么，就早上起来他就催我，然后我就吼了他一声，吼了几句。这有啥呀，下床气吗？然后回家的时候路上在一个服务区，他让我停车，我认为他是在想要替我开一会儿啊，怕我累着。以前开车回家的时候也是那么走。然后他让我停，我就没停，他期间说他要上厕所，我根本就没听到。到家了确实是也挺难受的，然后跟我发了脾气，我说我没听见，他就不是不依不饶的。你没听见，你为什么你不问我一下呢？我手指着那个导航，我说你到这个服务区，你给我停一下，我要去一趟卫生间。就是我的妈呀，你到服务区说我停车上厕所，这才是夫妻说的话，我真是就不会处理问题吗？那你那天来干嘛呀？我就是希望啥呢，有任何事情您先跟我商量一下，你让我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我怎么做可能符合你心里的位置。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然后我做了还不对。我们怎么听的都是你什么事儿决定了不跟他说呀？平时确实是我少言寡语，也有些事儿，尤其是店里的事儿，不怎么跟他沟通。在店里修电话，他要是只要他修电话，我最少离他2米以上，修好了他能给你个笑脸，修不好了你很可能你搁他旁边一路过，你搁就爱吃了。那你知道了解人家脾性不就完了吗？我了解，我改了，但是这么多年他还不了解我，他还为啥还不改呢？哎呦我的妈呀，你们来对付他吧，我也不想跟他说了。我再说下去我就发现，别说他那脸上挂不住了，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也挂不住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妻子刚才说他也在努力的学会温柔，我想您就是温柔，透出的也是十足的强势。另外，少言寡语是他的性格吧？确实。您应该明白吧？改性格是很难的。做妻子的为什么不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尊重呢？甚至多一些避让。我现在也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妻子说你们家里的门啊、窗啊，最后都毁在了他的拳头之下。
这样的行为是发泄，是情绪失控，我认为不对。但是在他的行为背后，你为什么不去解读他需要什么，他渴望什么？你今天把他叫来，让我们来教育他，来指责他，但听下来，我认为在这个家庭当中，首先要改的是你。你改了，放心，他一定会跟着改，所以从你做起，好吗？谢谢。谢谢伯宏兄。来，小鱼老师。女方一直在喋喋不休的在说一些往事、小事、琐碎事，我的感觉是脑袋发胀，有点燥的感觉，我甚至有点想逃离这个现场。我也在想，老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呢，给你的建议就是咱们少说两句，给自己留点空间思考，说话咱好好说，别动不动就喊。男方那边也一样，不愿意说话可以不说，但说话的时候咱也尽量把语调放慢了，别正话反说。不满归不满的，倒是老婆这个事儿我是怎么想的，哎，别动不动用脾气去说，用急躁去说，用反抗去说，那边其实需要一个听众。有时候你稍稍听一听，他可能情绪就下来了，就完了，你俩都是急茬的。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主要要办的事儿，这个跟性格关系不大，不要去改性格，改不了，但是改变和约束下自己的习惯，这是可以有的，好吧？嗯，好的。谢宇老师。山大老师，吵架其实就是婚姻当中的权力之争，而权力说白了就是控制的欲望，你就是控制性太强了，控制欲望太强了，一家三个男人都要围着你转，一家三个男人都要听你的，不听你的，你失去这个掌控了，你就不行。现在不是你累，是他们仨太累了，关键我心疼孩子。大家每次都打着什么沟通啊、商量这样的旗号，美其名曰是我希望跟你更多的沟通，我希望跟你商量。什么是沟通？什么是商量？是我们彼此两个人各抒己见，而不是其中某一方拿着圣旨宣读。你那叫商量和沟通吗？你那不就是来你听我说，我来你按照我的要求这么做。所以他就造就了这样的暴脾气和不说话的性格呀。夫妻两个人就是照镜子，他现在这样都是你造就的，所以想要让他改变，你要先改变，你改变完了你才能看到他有什么变化。就这样吧。哎，谢谢山大老师。米娜老师，您讲了这么多，其实只是希望证明你们是两种人，对吗？想证明您和他不一样。确实，婚后您用您自己怎么说呢，忍耐也好，或者说带着希望吧，跟这个男人磨合了这么多年，你希望日子磨合下去，有一天他能懂你，但是好像觉得他离你越来越远。自己有点这感觉。您刚刚有讲一句话说，你特别委屈的是我连房子都没有要你的，你却说我看不起你。但是你连房子都不能给我，这一句话不就是看不起吗？当他说你看不起我的时候，这是这个男人这么久的真实感受。我也觉得您看不起他。我刚刚在想，不知道是从哪里，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莫名的优越感，认为自己可能比伴侣或者说比孩子知道的要多，比伴侣或者孩子可能更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但是这一些优越感之所以是莫名的，就是因为它未必正确，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了所有的这一切。也是因为我的这一份优越感又是来自于想让我们家好的，你却不能够 get 到我的这一点，所以我分外的委屈，而我的委屈在你们看来就叫做了矫情，是不是这样？是。你有没有想过，也正因为你可能比你的丈夫在某些地方的确要优秀一些，这也是他深爱你的理由，这不也就是你发光的地方吗？既然在发光，为什么要让你的光芒一定要刺疼你身边最爱你的那些人的眼睛呢？既然如此，话都好好说嘛，仔细的去想一想来到这儿的理由，再想一想是什么支撑了你们走了18年，
然后再来想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要对彼此说什么吧。今天我知道干嘛，不就对家庭模式不满意吗？模式不是已经形成了吗？模式就是你训他，他无力，他反抗，声音大，大完之后摔门走了。可是模式已经形成了，就这样了。我跟你说，你真是有福气，换第二个男人已经走了。怎么形成的自己去找，如何改变很简单，老师们其实都给了一个良方，把嘴闭上，竖起耳朵，张开你的嘴，竖起你的耳朵。第一步嘛，第二步多想想美好。感情不好，大儿子18，二儿子12，你们俩闹呢，就完了吗？该怎么着怎么着了。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一直非常珍惜我们现在所有。今天经过主持人和四位老师的点拨，我也意识到了我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足，将来我一定会更好的改正。就像刚才老师点评的说的，我这真的是一直就是有养了三个孩子的感觉，就是挺累挺的。如果怎么说呢，你还是现在这个状态的话，那我真的，我再整整两个孩子，我再整你，我真的顾不过来的，我真累的。哎呦，你放过他吧，你可别折磨他了。你丈夫啥都没做呀，姑娘，他做的挺好的了，就因为他给了你个城堡，你才能现在还能做公主啊。尊重别人的选择，其实我还挺心疼男嘉宾的，能不出来就不出来了吧，弄了这么一个媳妇儿，你，我要是你我就走。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于老师，你猜猜他会出来吗？肯定出来，敢不出来吗？没有办法，他没有不想过，他也没有不想过。但就像赵传老师说的，夫妻之间不仅是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还有一点，做妻子的有时候要知足。来，小雨老师，啊，肯定会出来了。然后我就提一个词儿吧，要去觉察自己在家庭当中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盲目的、任性的去做自己做的事儿。啊，来来来，山娜老师，我跟女生说吧，这老公这么不好，换一个不就完了吗？对吧？那倒有人愿意配合他呢。所以得让他撞撞南墙啊。那万一已经有人喜欢他这一种，所以现在挑剔才更多呢。哎呀，有人运气这么好啊，第一个碰到盲人，第二个还是个盲人。哎呦，好好好好好，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以后我改，我听他们的，我改，那你也得改。好，我答应。我俩一起改。请亮灯啊，来，请回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